经常找我同行，大家好。我是高安霞，一个经常找。我最早接受是13年，13年做这个马山药。就是说我这个肥料推广过来以后，是我才开始实施，就是说拿它到小菜园里去推广一下，看看和别的肥料有什么不同。我现在是从最早是就是黄桂坊的这个小菜园就有它比较好，比一般的肥料，是它的那个好肥料。 开始13年、14年，15年，像马山药，这是我们院家庭种的一个2、3亩地马山药，但是我都是一亩地大概是产个5000来斤，自个儿拿过来，就是样品，让大家伙看一看。就说这个肥料，就认为是它的好肥料，老百姓试就是能丰收的肥料，大家伙儿经销商，就说我们能赚到钱的好肥料。谢谢大家啊！呵呵。